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帝君，您这是？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帝君不愿更换霍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四叶汉带啊。何人在此？严丹，我正在更衣，你怎么来了？四叶汉带不是可以解百毒、愈万伤的吗？你身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昔年所受刑罚，并坠入体，这伤痕万物难解。帝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帝君，您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愣着做什么？出去！帝君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新线索了，你不要误会。仙魔大战之后，帝尊一反天界常规，推说练习旧物，于是他身上的腰带就再没有更换过。可是他对其他的法器从未如此重视，我猜测那个腰带一定有秘密。帝尊从前重武轻文，极是节俭，如今天界气象奢靡，他的饮食起居、性情喜好皆与从前不同，确实可以。严丹，我还有一句话，方才对青云所说的话，那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会再受制于天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帝君，你怎么屋外还有人啊？你们继续，我和陆景在这儿好好守着，不会让别人发现的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一整夜吧。一整夜？那我岂不是一整夜都出不去了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